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美丽的彩云之南，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26个兄弟民族团结友爱，交相辉映，共同编织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图景。那即将开启的非遗探访之旅，两位嘉宾有着怎样的期待呢？单院长，这些年我还真的体验和参与了一些非物质遗产的一些项目，像东巴的绘画呀、文字啊、大溪古乐啊，这个布朗族、傣族的景迈山的普洱茶的制作技艺，那么这些都魅力无穷。那么这次来到楚雄，来到雅安，我觉得一定能够学到更多非遗的知识。听您说啊，这个有动手做的，有这个动手画的，好像就是还没有开始跳的。我没有跳的。子峰，子峰，今天感觉这么热烈，我觉得我都有点激动。我们也是。对，因为可能我们一提到非遗，只知道制作工艺品啊之类的。但其实更期待的，还有别的项目，比如说非遗的歌舞啊，或者说非遗的项目啊，体育项目，还有非遗的美食啊，我觉得这都很期待。总而言之啊，我们这一次的非遗云南之行一定是多彩的、多元的、多姿的，我们一同期待，好不好？也要特别的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光禄古镇。这个地方呢，有着千年名府的美誉，因为它是整个滇中地区历史最悠久、布局规模最大的历史名镇了。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品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让我们一起出发吧，走。这个场景好美啊。